好啦，今日有咩潛力股同大家講下咧？咁就白雲山啦，八七四就係弱股啦嚇。個原因咧就係咧，好似似地咧形成一個雙底喎。呢個一個底，呢個底，當然啦，呢個底係耐啲，可能呢個底咧都係需要啲時間再營造耐啲先會突破啦。如果大家已經記得早前咧，我曾經咧就提出一隻潛力股咧，有啲似嘅，亦都係弱股啊。所以我呢排咧就同大家講下弱股呢只咧，就早前咧就提過噶啦，就喺依度到啦提過啦啊，就估計咧哇，形咗雙底喎嚇，嗰陣時話雙底就好。對稱嘅嚇，差唔多噶，營造時間個樣都好似嘅，所以個估計威力係應該有嘅嚇，所以應該有潛力上。結果咧，突咗上去，嘣一聲咧，衝啊，跟住再整，又再衝上去，今日大升添。咁咧，同佢咧有新產品啊，進軍醫美行業有關，咁所以咧就升咗上去。咁呢只白雲山咧，就當然啦，暫時唔知道佢有咩新嘅產品，因為睇過啲新聞啦，就冇乜。特別新的消息，但係咧個走勢上咧就有少少似雙底喎嚇，咁估計咧佢呢度再做營造多一段時間咧，有機會咧就向上突破啊！咁當然啦，咁啊一定要做風險控制啦，風險控制咧就係個雙底嘅頸線咧，對唔住雙底底位咧就可以做咧控制風險嘅位啦，就18.64度 hold 住啲位啦，如果穿咗咧，可能要做啲控制風險嘅措施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去睺佢啦，等佢營再低啲嘅時候，即係啊呢個喺呢個營造呢個底再營造耐少少嘅時候咧，喺低位可以咧就留一留意搏佢咧雙底形成最尾，跟住咧有一個突破咧，就有啲回報喺度啊。